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我救你是为了杀朱启文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这是你妹妹吗？我能给她上炷香吗？ 少东家，靳少校来了。啊，陈医生，我来接你回医院。你们知道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龚鹏既然要追杀你，他就一定会追杀到底。我想由军方来保护你，这是最安全的办法。啊，对了，这位是白副官，是我从警卫连调来的。白副官，你现在就做陈医生的贴身侍卫，要用你的生命来保护他。是，陈医生。 哥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老板，你知不知道朱启文是怎么当上汉奸的？哎，您好。这个日本人你应该知道吧？他是你和朱启文共同的老师北野玉昭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。 朱启文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是北野一手把他带上汉奸之路的。北野玉昭的身份是日本伪势力在苏州最高的负责人。少东家，你这两天辛苦了，肠胃又不好，这是我给你炖的汤。嗯，谢谢。 我还一直忘了问你，你怎么加入共产党的？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，你跟随蔡廷锴将军，在淞沪抗击日本鬼子受伤的那一次？你怎么知道？当时给你包扎的人就是我。啊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因为你昏迷了，肯定不记得。后来，你跟随十九路军调往江西、福建一带剿共。 本来可以连升两级，可是你放走了两个被捕的共产党员，被军阀处置，被逼退伍了。我记得当时我放走的那两个共产党都是男的，没有你啊。是没有我，但是有一个姓徐的大夫。徐大夫，我记得他会针灸推拿，治疗跌打损伤，很内行。 也就是他跟我说的，内忧外患之际，自己人还打自己人，实在是民族的大不幸。也就是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怎么？徐大夫想见你。他在哪儿？他现在在苏州开了一个诊所。少东家，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，等着我们并肩战斗的这一天。 少东家，到了。胡安，你好。
少东家一直期待着你的大驾光临呢，来，你慢行。徐大夫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来？胡安，你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。 胡心的死，我们也都很悲痛。但我相信，胡心是不会白白牺牲的。我跟了少东家三年了，他的为人我很清楚，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就像徐大夫相信他一样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会试着改变对他的看法。嗯，方老板，福建长汀一别。 也快4年了吧？又见面了。我记得你还有个同伴，姓董的神枪手。<笑>你们呐，真是惺惺相惜啊。他这个人呐，一辈子没有佩服过别人的枪法，你是他佩服的第一人。方先生，当初要不是遇上你，我和老董恐怕到现在已经是一堆黄土了。 我这次过来，就是想当面感谢一下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为了救我，你们还牺牲了一位同志。 少东家，谢谢你。是我应该谢谢你，替我找到了报仇的机会。其实，我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可以并肩作战，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有共同的信仰。雨夏，我不管你属于哪个组织，三年来，我只知道你是我身边的人。我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再出任何危险，保护好自己。 今天是我最为高兴的一天。虽然方圆没有答应立即参加组织，但要和我们联手行动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天起，我就将与这个男人生死与共。 婚了，却没有结成。朱公子一命呜呼，归了西天。老天爷，您长眼了，替我。
也是装的吗？是啊，我是装的，我是正儿八经的装着忍着，我都忍了十几年了，三小姐，我对天发过誓，我一定要高挂陈家，替我妈报仇。三小姐，目前倒是有个机会，能捅陈家一刀子，你想不想看看热闹？什么热闹？我就知道三小姐感兴趣，请。三小姐，看，这谁呀？来暗杀大小姐的。你怎么知道她是暗杀大小姐的？她身上带着枪，肯定是把大小姐当汉奸了。大小姐不可能是汉奸。管她是什么呢？死了就好。哎，兄弟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！我实在喝不下去了。你快给我松开啊！你快松开我！哎，好好好，我这就放了你，放了你，不要紧张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给我解！兄弟，来，枪还给你。枪？哪来的枪？你的枪啊，你忘了？我的枪？哦，对对对，是我的枪。兄弟。二小姐，你别相信他了，他就是个贼呀！你放开他！我就是喜欢听你唱评弹，我真的不是贼，我他们冤枉我什么都没偷。二小姐，你别信他的话。二小姐，我这次来本来是想给你送花的，但太仓促，我下次一定补上，一定补上。但我不是贼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也配给二小姐送花？啊，看来我不把你送到警察局，你不肯说实话呀。放开他，古多，我相信他不是坏人。
事不密电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个老奸巨猾的北野，师部没有查到他具体到达苏州的时间，我们没办法确定行动啊。跟我来。哎呦，先生，快点！你这个真是死了的！先生，快点！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要止痛药，他快受不了了。哼，小鬼子，嘿，你也不是铁板一块啊。陈医生，有劳了。我问你，北野玉昭什么时候到苏州？北野玉昭はいつ蘇州に到着する？知らん、何も知らん。不知道。只要你告诉我，我就给你用最好的药。啊，止血的、止疼的、麻醉的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教えてくれれば一番いい薬を出すわ。止血剤、鎮痛剤、麻酔薬、欲しいものは何でも出すから。说话呀！快说。教导。就今天。时间呢？時間は。午後1時。下午1点。还有4个小时。工鹏混进医院了，白副官，你先去师部汇报。是，稍等一下，我们走。护士，护士长，快点，再忍一忍，快点，来了就好了，来了，等一下。再坚持一下，护士马上就来。站住！你们什么人？坚持一下。我是医生。我要上去做手术。这里是重症监护区，禁止同行。要抓到武南君，如遇阻拦，格杀勿论。派人行动。走。快，卫生员，快走。
孽子。出去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等我做完手术再说。老同学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武南君在死之前，都跟你说过些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那看来只好我也要跟你说，撒尤那拉了。报告，外面已经顶不住了。知道了，大小姐，看来你得送我一程了。大小姐，看来你的名气比强子儿管用啊！走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个情报官被龚鹏给杀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龚鹏为什么要今天偷袭医院？他是要制造混乱，让北野顺利的进城。看来武南那个小鬼子还真是没骗我。北野今天到达宿州，你也知道北野。龚鹏的老师，苏州之所以这么乱，他是幕后主使。我也在找他，北野一点钟到，现在已经12:10了，赶紧走。你带人先过去，我一个人过去就行。好，小心点。好，开车。少将，这个北野预兆应该是到了，把这儿给我围了。就算北野长了翅膀，也不能让他给我飞了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你们几个把那边守住，其余的人跟我来。报告长官，我们搜查了每一个房间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。
报告长官，发现两具尸体。对不起，陈宝，你还没死，要去还没死。对呀，什么人啊？来点水，应该是老大呀。是老大，这么半天没出来，是吧？啊，就是，还没抓住。我看那么多人都在里面，还抓不住，像没人说的好多事，知道吗？我估计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对，老师，老师。东西都没了，对了，现在还有事儿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动呢，就没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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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搞你啊，没惹着。飞燕，你站住！哎，看他，哎，组长，闪开！哎，哎。站开！站开！我的东西！不好！你从那边绕过去，这边我来对付。好，去吧，跟我走，小心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把这儿给我围了，一定把那狙击手给我抓住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是。
带走。北野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老师还在原地等着我们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要么你弄死我，要么帮我把子弹取出来。军部确认北野玉昭没死，如果营救不成，我就杀了他。我倒是有个办法能接近北野玉昭。我要走了，马上去战场。玉文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工鹏死了，他在查死因。苏州城北15公里，黄桥偏西35度处油罐。你的意思是电台跟北野有关？北野的出现本来就是为日军在苏州布局，你不跟北野合作，他很可能会暗杀你。如果这要是个炸弹，一拆就炸。那天你披着大雨，我多么想让你来我怀中躲避。纪念光景，看尽了残月断壁，梦里花开，那是你种的春季。双响笛，长吟单曲，流泪刻骨铭心。
的真心